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陆神王。霸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上单主播，而在最近的一局游戏里面，他也是选出了盖伦，并且出装可以说是领先了20多个版本。那么他具体出了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件是非常常规的挺进破坏者，结果没有想到第二件他竟然出了一个火炮，这当时把直播间的观众都给看傻眼了。我这里面都是那个人，火炮厉害。虽然霸哥嘴上说的这个效果非常厉害，但是在实战中的作用效果好像没有那么大，毕竟火炮一般是远程英雄出的装备。不过本场比赛呢，他们还是非常轻松的就获胜了。而霸哥在出了火炮之后，也是连续拿到了很多个人头啊，正义必胜。甚至在和对面打野 1v1 单挑的情况下，霸哥也是轻松的获胜了，挺狂呀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在玩盖伦的时候会选择出火炮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